风口上古典的拉比式设计，配上霸气且竞速感十足的外观，全球限量300台的 Continental GT3R 要用古今混搭风格为 Bentley 的古典豪华添加动感风貌。车头下扰流板、侧裙、后照镜一直到后尾翼都采用碳纤维打造，配上引擎盖上2个散热孔以及熏黑头灯及窗框，并脚踏4个21寸轮圈。赛车元素在 Continental GT3R 身上被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内装部分，一般的 GT 我们基本上是4座，然后这台车它是双座的设计，然后它整个内装的部分是由真皮、鸡皮，然后还有碳纤维去制作而成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它是古典之外，它还融合了一些比较年轻动感的感觉。Continental GT3R 搭载4.0升双涡轮 V8 引擎，0到100公里加速只要3.8秒，最大马力也来到580匹，扭力则有70公斤米，让人见识到象征英国贵族血统的 Bentley 也有动感热血的一面。这台车你可以感觉得出来，它不只是豪华，它其实更多细节，然后更多 sporty 的感觉，会让客人觉得说，哇，我自驾是一台很年轻的车。